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碾碎他。谢谢，我有路，我有卡车，谢谢卡车。老师对每个人都这样说，那可不得啊，啊，那可不得。全军出击！啊！老师跟我说过的话，应该没跟别人说过。先学个 E。 姐姐薅你毛，谢谢薅你毛。先补一个刀 E 一下 A 一下 A 了我两刀，我其实有点亏。AAD 哎，能打过没事，问题不大啊。他都不动弹了，他都，他也确实，他动弹也没有用，动弹又能有什么用呢？我虽然吃了两个 Q， 但是血量还是可以。哎，但是那两个 Q 其实我不应该吃的，我怎么会吃 Q 的呀？老吃 Q， 挺难受。我现在就在想啊，你说这猴回家到底是买耀光合适，还是买一个皮鞋加一把长剑合适呢？魔切，你别着急，着什么急呢？耀光是不加攻击力的，第一它补刀它补不了，第二耀光有CD，拜拜，不打了。有。艾克这个平 A 能打这么多血吗？我虽然知道他有斩杀，但我觉得我刚血量应该能扛住一下平 A。 我知道他有三环，他的最后一下平 A 我应该能剩个十几滴血，我感觉这波薛威是有点小亏啊。哎，不过也没有关系了，毕竟我啥也没交。魔切除一个吧，这把这把出一个魔切，这家伙我上来这顿瞪呢。你干啥呢这小碎步啊？这小碎步，我吃个药能活不？不行，活不了。先给他来个女神之泪，有病是吧？猴出女神之泪，神经病啊！猴出女神之泪干嘛呀？你不出这玩意儿没用啊！
那不是有个人让我出女神之泪吗？说出女神之泪，为什么不等点烟？我来问问你们，为什么不等点烟？刚才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就纳了个闷了，刚才这波不等点烟，还有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啊？你干啥呀？我可没见过这么找死的呀，小伙子！他译好了，对呀，他译好了呀。我刚才等点烟，他刚好是第一波交的译。你想一想，他第一波交的译，如果刚才我要是等点烟，他的译吸地也好了。我们塔下杀就没法杀了，他有空。我 AQ 他，他拉我一下，我技能打不到他了，控了我一下，那塔多打我一下，我可能死了。明白了吗？不够细节，我这落手的一技能就是实在就是躲不掉，我就发现了啊。算了，杀个艾克吧，先杀艾克，再杀个洛神。哎呀，呵呵，一手小回头。刚那扣好像差点中，挺危险的，刚才。这反应不行了，我这反应，那反应跟我手速不成正比。手跟不上脑袋。1883，加上一伤小屁孩，八分钟三项了，我们有点无敌了。An enemy has been slain. 不好意思啊，没事，这个螳螂以为啊，以为他自己吃到了蓝 buff， 其实他并没有，不是蓝 buff， 蛤蟆啊，但其实他并没有吃到。我说我想帮他打一下了，你知道吗？我两个技能死了那蛤蟆，这就不能赖着我了，这是没办法了。你在那儿蹲，100%蹲不到，在哪里蹲能蹲得到？在右边，因为这洛克萨斯之手不可能从左边来，他从左边来，他不找死呢吗？他肯定是找死啊！谁呀？这是？几个人打个人来，全跑了，没有人了。他没了，我 Q 死了他啊，塔是我 Q 的，没看见我一个 Q 把塔拆了吗？你自己看谁拆的塔，齐天大圣摧毁了第一座防御塔，额外150金币，看见没？此时再出个魔切是不是有点晚了？
哎，没关系。就水银还得了。猴的抠好像不会触发女神之泪，不给叠。啊，给叠呀，这也给叠呀。我这家伙几个人啊，这艾克挺狂啊，我一看呢，你怎么的呀？这洛克杀出去不只手，不杀可不行。艾克可能一会儿得来了啊，试试闪现能不能叠，那闪现肯定不能叠。但我知道如果送一张半卡的话肯定是能叠。快打呀，你确定吗？啊，看来你不确定。这猴的护甲太低了，那被动叠满才112。1400。哎呦啊，哎呦啊，还有啊，有点东西啊，有个扫描。哎呀，这扫描着实是没想到啊。艾克装备不错呀，推力棒。其实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基本上对面能起来的人都是我送的。从现在开始，我不想再死了，我要开始杀人了，尤其是这个艾克。落手开疾跑来的吧，来跳弹，漂亮啊，这个跳弹可以啊，这跳弹还帮我走一波，漂亮。魔切猴就反正就一件事，不需要再想自己的蓝量，不要再不会再为蓝量而发愁。但是并没有什么用，太贵了，关键魔器。什么东西？哎，卡特，从右边给我截的，这卡特琳呐，我把眼儿都给你排了，我看你能往哪走。
把你筋儿给你打了。哎呦我这虚区怎么回事这虚区出点啥呢出个影魔刀吧要我说他们家 AP 伤害挺多的我来影魔刀一眼儿早就改了猴一不能打眼儿一不了眼儿出的打盾的没有什么用啊我光打艾克一个人啊不出了那玩意儿根本就不适合这猴没啥用技能和攻击对带护盾的目标造成70点额外物理伤害艾克我必须得把他杀了没事不敢上哎呦我生气了，不要了，破魔切了没有用，不要了，给他撇了。这玩意儿出个对线儿是不能行，这个东西。回家不出耀光，先出个这玩意儿了，然后出把长剑。不缺蓝了呗，就是，啥老缺蓝？开下路吧，不行，打卡特也行。拆中，哎，真生气，杀不到人。高地也不守就硬拆就拆下来了哎呀一屁不放啊也不打架下路拆吧把下路收了把下路拆了刚才魔切叠的有点慢怎么那么多闪现就啊怎么就那么多闪现我这大影魔刀给谁出的投降不是有点慢是太慢了下把我前面出一个行不行